这件外套真的太好看了，今天一定要出去瞪一下。Baby， 我们今天出去好不好？不要冷死了，待在家里就好。没事，上摸摸就好了，长宽高都帮你量好了，多方便啊！我渴。Baby， 真的发生大事了，超级大的事！我刚刚看鬼片太紧张了，一拳就把萤幕给打爆了。我们赶快去卖场看新的吧。真的没事，上摸摸就好啦，各种规格应有尽有，还不用看服务人员脸色，对不对？出去点光明灯啦、啊！不是鸟事，那是你有事。现在点光明灯啊，上摸摸就可以了，不用人挤人，重点也不用担心疫情的问题，超棒哦 ！Baby， 我只是买了新衣服，想要出去。Baby， 摸摸现在呢有很多服饰，而且有很多……知道啦！有摸摸都没事，你的生活大小事都是摸摸的事。